千七七二十万，哦、有影好赚的有影啦。哦，嗨、哦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啊，你讲我上边在看什么故事？我看咱台湾一个真正是叫做传奇人物，什么人呢？企业家？不是，政治家？不是。我都讲的套路啊，七七二十万。你讲啊，唔多某一个主持人对，但是嘛讲是主持费，是偶像剧。 七集二十万，迄是咱市场上哦，前、喔、两年上盖好诶一个介绍，你来演偶像剧演七集二十万哇、喔！但是即个人毋是迄种少年诶偶像，迄是较早吼，会当讲老三诶观众朋友，若讲到即个人可能过去，伊是你诶偶像，迄个人著是诸葛亮啊啊，李国梁爱、啊、歌听惜。 伊都猪个量啊！较早印象中，若讲到猪个量啊，著安尼，系呢系呢系呢，我猪个量啊，那啊，安怎哎头毛无，安、啊、尼、啊、我我即摆头毛人用落伊足型的吼，迄发型即摆伊足型的，猪个量啊安尼，所以足型人对印象真歹。但是呢，即两年伊东山再起，完全无共款哦，完全无共款啊，都无共款的，著、就是伊未当再失败啊。 伊家己讲啦，讲我都出国进修，啊，啥物叫做出国进修？出国进修到迄阵，伊爱博缴，啊，无钱趁足死呢。伊钱趁有够济啊，爱博博甲输了了，欠人笑，世界咧走啊，路尾咧走去咧南台湾，一个足偏僻个所在，秘咧遐，啊是无意中啦，才互伊机会东山再起。我咧想起今仔日必得讲一句话，必得讲，讲人爱来个上帝面前。 家己谦卑，家己啦。当你若有够谦卑的时阵吼，上帝会给你机会吼，搁再东山再起。所以李国良告诉我，想起今日我要讲的这段经文，啊，所以当迄阵李国良已经落跑，人生走投无路，迄阵伊著真正感觉讲，我若搁再有机会，如果台湾社会搁有有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会无共款。啊，结果真正诶。 你如果再出来诶时吼，哦，真正台湾即个社会是啊，最可爱诶社会。虽然足爱看即个龙珠回头诶故事啦，圣经讲诶《龙珠回头啦，哦，一个耳机上一当无个在拔叫，啊，这么对事业非常诶敬业，啊，这么主持节目诶时，阵，你会当看到，该情无共款诶，是个诸葛亮啊，头脑诶反应永远是一流诶，永远向上。 讲的话拢是你想袂到的话，真好笑。但是吼，即马无无过安尼害咧害无啊！哦，那个吊儿郎当迄个无啊！即马伊咧做代志的时阵，你会当感受着个伊真谦卑，伊正诚困。所以，阵人请伊去演偶像剧，你知无？低个两啊，家己讲讲啊，毋通啦！你开遮济钱，我这老伙仔无人要看啦。人偶像剧人是要看少年仔啊，但迄个制作人。 正坚持，伊讲无，伊讲因为吼，即卖少年仔吼，你讲你毋知，即卖少年仔是七七八二十万，因哪里？你讲阿兰来，你甲你啊，真现实对不？阿兰是毋是咱排戏诶时阵？咱咧排演诶时阵，你毋都爱来？无，人我是偶像，对无？我是偶像，我要跟人排戏诶。你剧本互我，是够我演，互你看。是够上最后镜头照到我诶时，我都是偶像。镜头照到我诶时。 人要看到是外面，因三无重要。人要看是外边，会输会输哦。外面，人是要看外边，哦。所以讲，即卖即少年的白偶像，伊毋知影啥物叫做敬业，伊也袂讲啊，我较早来咧。哦啊啊，各位小请之德，哦，毋是啊，我是接二十万呢，我是天王呢，人我是偶像呢。哦，逐个拢都听伊的。哦啊，首先哦，你若要叫伊来拍电影的时阵吼。 伊个经济人就先来甲你谈啊，讲阮即个无咧来甲你排排宴诶哦，伊无即个美国时间哦，哦，恁是干呐要啊？伊迄个面咧爱伊个地面多年嘛，哦，所以一切爱以阮为主，啊，什物时阵排戏爱看我有用无？哦，安尼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直接二十万捧我伊，都阁听伊诶呢？所以即个制作成功，阮感觉讲，阮即么演技界是需要一个真正诶，一个大，算讲真正大牌啦，毋是讲。 真到家己结大班的大牌，是真正即、這个吼接接受即个市场的考验，啊，大家对伊的尊敬的人。所以讲，我感觉诸葛亮是即种人。伊讲，诸葛亮的故事是一个人对成功了跌落去了，伊佫再登来即个舞台时阵，伊充满了感恩，伊会感谢伊有即个机会。伊用伊生命表现出互别人看到讲，人即种年纪的人，经过人生的沧桑。 捌经过跋倒，捌经过失败，所以人即马佮徛伫遮时阵，你也小可该尊敬一下。所以伊家己诶态度，迄种谦卑诶态度，使人对伊尊敬。啊，因为即个费用真悬嘛？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原本诶编剧啦，编剧原本就讲这毋通互伊活伤久，哦，<laughs> 一集二十万，哦，你这制作费不得了啊！吼、哦，啊，十集就好，两百万，得当甲伊再战啊。 所以原本即个编剧编的剧情是伊出现杂剧，然后就写讲啊，就是、什物破病，因为吼、哦，咱制作、哦、人嘛吼，咱编剧个人，要要一个人生，或一人死，最简单诶嘛，伊到剧情小编一来就死去啊嘛。诸葛亮摕着剧本的孙呢，主动对即个制作人讲，讲啊，你开遮济钱，你叫我来演，就是你就你讲，抑也有人要看我演，伊是演一个迄、那个偶像诶老爸啦，哦，伊讲。 啊！你开车借钱，著是你看中我，我还算讲，抑、啊、有市场嘛？哦！啊！你看我这有气啊？吼！啊！当然我演杂剧尔，你著互我死去。吼，伊讲啊！我惊影响到你诶收视率，因为死去人著无要看，伊。人有诶人观众是要看我啊，人有人著是爱看我演戏啊。啊！我若死著无人看啊。吼、哦，但是呢，伊讲我知影讲我摕即个一集二十万，我已经非常感谢啊，我已经非常感谢，所以吼、哦，无要紧，吼、哦。 你价格变贵些吧，我会当给你演较久咧，互观众给你看较久咧。啊，我我未去给你要求增加薪水安尼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制作人伊就讲，这才是真正诶，即种有尊敬家己诶职业诶人，毋是职业唔咧想钱尔，人伊有尊重伊诶即个行业，人伊有尊重伊诶观众，所以人伊会去替观众想。 伊袂想讲啊，我好难，好不容易付出吼，啊能捞尽量捞，对无，会趁咱尽量趁伊吼，让伊尊重即个观众，伊会倚伫别人的角度，伊会去替人想。伊讲你安尼合作起来吼，足愉快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自从第个人搁再付出了，真侪人对伊的印象全改变，因为以前看是一个讲话吼，咱、哦、讲直接较无水准的人，吼、哦，以前是一个安尼看起来安尼。 嘛无啥气质诶人，但是即摆倒来了后合作几人，拢感觉讲，诶、欸，真正伊无共款啊，伊真正无共款。所以也有人甲伊采访，伊家己也讲，伊讲，因为我未当过经过失败啊，我已经无冇再失败一摆诶资格。就我每一摆我拢当做是最后一摆，我拢提醒我家己说我不能再失败了。哦，啊，一个未当失败诶人就是，就是足谦卑嘅，就足多谢你互我即个机会。哦，所以说表现出来迄种诶谦卑。 无搁再讲哦，我是较早讲我是大白，较早我足红诶，我足青。较早恁都拢听我诶，即马足配合诶。吼、哦，恁要安怎，我拢愿意配合，我拢真愿意配合啊。所以咱也想到圣经内面所讲诶，人生要学一个谦卑诶，即个功课，迄是无容易。当你来学会向谦卑诶时阵，代表你已经食足这苦诶啊，啊，真可惜有诶人是食足这苦，还去别人谦卑，迄毋则有害。 所以咱也看到诸葛亮的故事，使人真感动。而且嘛出 CD、演舞台剧、主持节目、拍电影、演偶像剧，哦，行都来。因为伊太多嘅改变，使得人真愿意甲伊合作。所以一个谦卑嘅人，大家做嘅时阵，感觉讲真有趣味啦，会舒服啦。大家在做嘅时阵，感觉讲真好斗阵啦，谦卑嘅人，所以彼得就讲。 讲咱咧，上帝面头前，你也家己会样，知影家己无算虾米，你也家己足谦卑，上帝就会使用你啊！这是彼得嘅心声，因为我讲过，彼得是一个无学问的人，彼得是一个无文素的人。咱无看到讲啥物，彼得外口唱歌，咱无看到讲彼得有啥物款嘅特殊嘅才能，啥物领导嘅才能，咱都无啥看到，咱只有看到彼得。 伊有一个正单纯的一个心，咱若看到彼得，伊是经过失败後他了，伊毋敢搁再夸口啊。伊也知影家己几斤几两重，伊知影。所以当伊谦卑伫上帝面头前,前，讲上我，我真正我无算虾米，上帝，我真正无算虾米。即种人，上帝才甲使用。所以后来，上帝灵充满伊了，伊出来讲道：“足济人怎来信主，啊，伊为上帝做真济工作。 所以到即马天主教，甲彼得看甲地位看甲真高，都、就是因为彼得伊是一个谦卑的人，叫上帝该使用。即彼得家己作清楚知影，哦，彼得我是讲阿无啥啦，我这個人我都没有什么优点呢，我只只有比较谦卑而已啦，哦，剩以也无啥啦，哦，啊这听着在做骄傲嘛，哦，所以彼得伊是真真正正经历过打击，敢若低谷量的呢，伊要经历过人生的失败，伊要看过家己的弱点。 因为伊出卖伊家己诶老师耶稣，但即种失败，颠倒造就伊成做一个真正谦卑诶人。因为有承认家己诶失败，伊有看清楚家己都是会失败诶人，所近无啥物通好夸口啊，伊也无啥物通好啥物秘密，毋通往知啊，伊无啊，伊就变做一个内外正一致诶人。毋是像真济咱信主诶朋友，看起来敢若真谦卑，其实咱诶内心是真骄傲。 看起来，刚刚咱真熟练，其实咱诶内面有真侪自卑感。咱内面其实家己抑阁充满了问题，所以求上帝，会当帮助咱每一个人。哦，爱谦卑，上帝咱谦卑。当上帝诶即个旨意，你若愿意照你去做诶时阵，上帝时间到会使用你。该坐我管，上帝自然甲你请个遐悬系。毋通讲无人无人甲你叫，家己去坐大位。 讲我仲爱自惯咧，吼自惯咧看起来安尼，大家拢都听我的话。骄傲的人，上帝不舒服。这也是归本圣经。伫足些其他所在，你拢看到，拢讲翻一句话。圣经一直重复出现，上帝疏远和谦卑的人，上帝阻挡迄骄傲的人。虽然爱足认真面对咱家己，哦，家己爱怎样谈谦卑。<music> 好，咱、啊 <music> 啊、休息一下，等下继续好。 环境当来老三么节目？吼、哦，一个人一定要家己愿意放落咱家己诶尊严，放落咱家己诶种骄傲，咱能愿意来谦卑，上帝才会甲咱使用。即种诶实力毋是跟仔讲，咱都来讲诸葛亮而已。其实日常生活中，你来想看卖，一个骄傲诶人，你敢问甲伊做伙？未<會>因为一个骄傲诶人，伊会去看轻别人。 一个骄傲的人一直想要表现家己。一个骄傲的人，伊无法度欣赏别人，伊会去嫉妒别人。因为骄傲甲自卑，同款一件代志。一个骄傲的人，就是代表有自卑感嘛。伊若无自卑感，何必著骄傲呢？伊个骄傲就代表讲伊无接纳伊的家己。啊，一个人若未晓接纳家己吼，就足好批评别人，足好甲人比较，啊，看人无顺眼，若看到人个缺点，就甲放大。 看到人个优点，咱、哦、就给他扭曲，所以这种人你跟他斗阵，你会足痛苦个。伊还不是挑你个，伊会跟你插。哦，你跟他斗阵，伊会常常的不要讲你个歹话，伊嘛跟你无多控制呢。伊就是安尼做，伊上面想要表现出伊真敖，但是伊马上讲，伊嘛唔是真正真哩敖。所以伊不要伊个心理状态真复杂，真复杂。所以根本性境就是咧教共产党爱会用处理家己。 所以你也知影，讲？在上帝眼中，你是个有价值的人。啊，你也必须爱知影，讲？上帝派你来到即个世间，迄著是有一个特殊的使命。上帝是要服你个，咱若家己愿意来完成上帝要服咱的这个使命。一、這个人若无多听别人意见，别人甲你建议的时候，你拢讲啊，袂准啦，迄、啊、你卖插伊啦。你若别人意见，你拢听袂落，你袂成功。一、這个骄傲的人、就是，著是伊袂尊重别人个意见。 因为每一个人佮你讲一个意见，迄都是代表背后有一定介共款诶人。啊，咱就家己自评清高，讲啊，迄种人吼太衰诶，迄咱卖插伊。有真侪人，伊是今仔愿意交即落认为有水准诶人吼。啊，啥物叫做有水准？无标准嘛，但是伊认为有水准，伊才愿意交即个人做伙。若较无水准诶人，伊就看人无起。啊，即种心态都是代表即个人家己内面诶自我形象真歹啦。 代表代表讲，即个人吼、喔，伊家己也无真正有接受伊家己啦，所以伊著爱甲遮有水准的人做伙，因为甲即种人做伙，伊才感觉家己有价值啊。所以啥在做些人著爱甲好嘢人做伙，甲好嘢人做伙，我才有面子啊。人家咪当做我即个人无啥了不起啊。我是朋友拢好嘢人，逐个嘛认为我是好嘢人。啊，我朋友拢明星，哦，我逐个嘛认为讲，我嘛，应该是一个足出名的人。 啊，我朋友若是拢啥物，国民即、這个国大代表啦，政府的官员啦，哦，拢即个有地位的人，大家就进去讲，哦，我嘛真厉害。所以伊所做诶代志，伊诶一切拢是要为着互别人肯定伊，要互别人看伊有啊，足无爱别人看伊无，足无爱度接受别人甲你讲伊批评伊诶话，啊，即、啊、种诶人生活足痛苦嘛，哦，因为伊都毋是真正面对伊家己啊。 伊都活伫别人的眼光内底啊，安尼你也真辛苦。啊你，你讲哇啊，不是逐个拢安尼？其实是呢，人性是安尼呢。所以咱毋只讲要透过信用的力量。所以彼得伊毋只会伫即个所在提出，伊讲咱啊积极愿意，积极愿意来谦卑，因为谦卑即个物件吼，袂当讲别人甲咧压落去啊，迄别人啊愈甲咧压会愈上气。所以彼得讲，你啊积极愿意。 是家己双手愿意，所以耶稣有通看着。耶稣就是讲，伊家己愿意的，无人改变的，伊家己愿意，确定是毋是假？伊家己愿意来到世间，咧属咱世间人的罪，这一切拢总伊愿意的。所以无论你欲信耶稣，你毋信耶稣，伊拢会确定是毋是假？因为伊所做的，迄种是发自伊的内心，伊家己心甘情愿的。所以这是咱爱学习的。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啦，毋是即讲家己有自卑感，感觉我啥物拢不如别人，迄个毋是叫做谦卑，迄叫做自卑感。但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，就是讲我有傲，但是我愿意将我即个傲放落，我愿意来承认讲我即个傲其实也无虾米。所以一个真正要谦卑的人，一定爱认巴上帝，因为伊若认巴上帝，伊若承认世间有神，伊会知影讲啊，我系天分，我系列迄种上帝给我的嘛。 我能赚钱的机会，迄嘛是上帝给我的嘛，所以人生无啥物好骄傲。我若有成功，那是上帝给我恩典，那是上帝给我机会，迄嘛是规个社会大众给我机会。所以我成功，我的感谢足济人诶，毋是感谢我。我成功毋是我厉害，是大家哦，天时地利人和拢配合做伙，则好我有这个机会，才做一个成功的人。要无说间比我较缘投诶，比我较水诶，比我较聪明诶。 哦，啊，头脑比较好，比较搞搞读册，太济啊嘛！啊，为什物？那我来当有即个机会咧。呢、哦？啊，即个是,、哦、是,是,是上帝给我稳定，哦，即、那个是、那个、上天恩待我，即种人才是真正谦卑的人。伊会知影讲，伊个才能是上帝给伊个机会，上帝给伊个，迄一个头家会甲提拔，迄上帝给伊个。伊个同业会甲伊配合，即是上帝给伊个稳定。 所以伊会知影讲，无任何一个成功是对伊来；，的，伊会知影讲一切人生的美好，拢是对上帝来。的。伊的人生所有即个成功的即条路，迄拢上帝会甲伊陪伴上帝替伊开路的。伊家己清楚知影即点，伊袂惊傲。伊会作珍惜，伊会知影讲，上帝我，我偌者，我都会摕出偌者来。既然上帝我，白白互我，我所得到我都要白白退出去。所以，若一个谦卑的人，一定会真奉献。 所以你有谦卑无？都看你有献无。即个人若真正足谦卑诶。伊就知影讲，我一切有诶拢是上帝给我诶，所以伊袂拢怎啊，囥在家己落地啊底。伊袂，伊一定会勇敢将伊有诶摕出来，钱摕出来奉献，摕出来分互遮有需要诶人，伊会去支持遮有需要诶所在。伊袂所有物件拢留互家己用俩。伊会想讲，我已经有够好啊，我已经真好啊，我毋免搁再,再，我毋免搁较好啊。 毋免啊！所以当伊有即种想法诶时阵，伊著一个真正谦卑诶人啊。所以一个真正谦卑诶人一定快乐，因为谦卑诶人拢会知足，因为谦卑诶人拢会去帮助别人，因为一个谦卑诶人伊会去欣赏别人，一个谦卑诶人伊也未去嫌即个比较差诶人，一个谦卑诶人伊会做好一个人际关系，一个谦卑诶人伊活伫即个世间伊四周围人，拢会感觉讲我足爱甲即个人做伙。 该做伙时，我会快乐；该做伙时，我无压力；该做伙时，我會受到鼓励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谦卑才是你人生所要追求的物件。当你若真心去追求着谦卑的时候，阵你会感觉做人实是真快乐一件代志，做人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代志。所以，谦卑是咱每一个人活在世间第一要紧，你需要学习的，这也是今日圣经必得甲咱提醒的一,一个重点。吼、哦！ 啊、后一集呢，伊要阁提醒虾米呢？来，咱看卖咧吼。后一集呢，要甲大家做位分享诶，就是要公教讲，一切烦恼爱交互上帝，因为你诶心情讲你毋是神啊，你诶心的事情讲世些代志吼，你无法度啦，一切忧虑你拢总爱交互上帝，所以后一集继续收看。 三两倍，都可以。哦，好无聊，好山好水，好无聊，真的很无聊。哎，这么无聊？哦，了都。你做啥？你已经讲无聊无聊，你已经讲这边三十分啊嘞。啊，对唔起，真的好无聊。你你无聊，你鬼岁人啊？你无聊，家去填一本书来看煞袂痒。哦。 我已经看过啊，看过啊，三分钟尔，都好无聊啊啦，嗯，我都看啦。哦，你看住无都超过三分钟就掉。我都，哦，好无聊。啊，若像你安尼，一礼拜安尼，你就家己去提一台电脑来，感觉上电脑就好啊，你好无聊。那你在讲啥？啊，就是电脑多我派去，啊，我那病历，你跟我讲话，嗯，你够有资格即么跟我讲话，哪有法度啊？哎呦，嗯，对啊，我你啦，我呢，出来。有 红阿车吼，迄较活泼啦，较活泼，迄较好看，迄最好看嘞，漫画、啊。虾米<麼>？迄红啊？红啊？车啊！别说漫画，漫画红啊？车啊！哎呦，迄是你较早的年代，你才有在看迄种漫画。然后我即摆看的不是漫画，哦、是动画。 会叮当就对啦，对啦，啊会叮当会叮当的啦，喔、我后就看漫画、啊。对，这个手机看就好。你不是想手机，你这个手机提起来上网看，你要看我，剧就坐哩看，一直讲话好无聊。我唔知，那唔是因为恁家手讯唔好，我哪有法当看到手机呀？就是无法当啊，啊无病历，啊够拄在跟我讲话，嗯，喔喔、所以好无聊，好无聊。 真的好无聊哦、嗯！哎呦，朋友，你看嘛，咧吼，即卖这个青年人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哦。因为因哦，看这种哦，一直在叮当，一直在叮当的画面，迄画面一直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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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就有法度啦。啊，所以即卖哦，有啊学生啊去学校吼，迄老师若无放投影片吼，若无影片吼，因已经我著气死我，你知无？哎，传统老师咧上课吼，迄因已经无法度啊啦。 啊，即马一定要用足活泼的方式啊，吼！要的啊！因就讲注意力吼不集中安尼啊，对，你讲着重点啊、嗯！重点。注意力不集中。安怎、啊？啊、我跟你讲，所以参照你即马安尼的讲话方式吼无动，我无、哦、法度。你一伫遐动啊，你遐动啊。这爱讲清楚。嗯。都是我无点动，你毋才清楚看着我，你注意力這才点集中。哦，唔对。

对不，你以后读写时阵，你就是爱讲，教老师讲，老师你咧讲啥，你就要经常我叫我坐来听，你要注意力安集中，咱不论做什么代志时阵，但讲注意力哦，我足忝的咧，你做开呀，安尼足忝，你休困去好不？休困吗？啊，有困去咧。哦，安安就个加了好啊，好，咱，哇，阿惨嘛，那只要挺过来，就马上注意力非常集中，是咪安怎啦？